字不漏。哎，什么？疾病消灭之后，被妖怪操纵的宝弟得以苏醒。哎，我打的时候哪有看，哪有办法看你们一个一个人讲什么？如果娜娜有机会看的话，搞不好还可以提醒我。好啊，我边看我就一直提醒你，好不好？覆盖整个都城的雾气随之消失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天照一行也松了口气。忽然间，眼前难以置信的光景撕裂了这个宁静谧的时刻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光景？那已经粉碎的腰刀上，腰刀的腰刀尖钉上，蓬蓬的升起一阵似曾相识的妖气。什么东西？难道是马萨卡？那是妖刀尖钉的怨念，如黑暗般漆黑无比。毫无疑问，正是制服了八极大蛇时飞散到空中的黑影之一耶，才之一而已耶，才之一哦。现在我觉得我们要打八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机车啊！那基层的怨灵，一瞬间升到了空中，飞向了遥远海岸、海对岸。为什么要飞走了？如同是将自己献给同伴一般，天照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休息了。若要让都城的人恢复原来的生活，肆虐大海的水龙带来的威胁就不能弃之不顾。差点忘了，之前的故事还有一段后续。想想你不觉得忘了什么吗？忘了什么？我忘了什么？你忘了什么？嘿嘿，活该。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我忘了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想要反抗我一寸大人，你还差十尺呢。好了，天宫制服妖怪也制服了，剩下还有机会，还有胜利的姿势。呵呵，不好了，我都忘了，夜辉姐还被关在牢里呢。哦，是夜辉吗？是夜辉吗？还是有其他东西？现在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现在要想办法出去。天宫，这个大叔现在也还没有，还昏睡不醒，要把他弄醒再说明情况太麻烦了。干脆咱们就这样操纵大叔去把大牢打开如何？怎么这样可以操纵哦？哎，你还没弄懂吗？看我的。哦，哈哈，不行，灰夜啦，不是夜灰，我不晓得哎，不会胃痛吗？总之先让他的胃里大闹一番。哦，动了，哦，哇哦，动了，要怎么操纵我也不知道。嗷，哦，走出来了。喂，天宫没事吧？好不容易让宝玉大人，宝玉大叔站起来了。就保持这样操纵宝玉大叔，先到灰夜姐的那里去吧。喂，哦。嘟嘟嘟，不要让他嘟嘟叫好不好？我听到嘟嘟叫很不舒服哎、欸，感觉好奇怪啊！我要操纵大叔哎、欸，他现在在梦游吗？哎、欸，我现在不能开那个哎、欸。我宝弟大人，你已经恢复到可以走路了吗？牢里的名为夜辉的人，虽然是你下令逮捕的，但为什么要下令逮捕一个无罪的人入狱呢？我并不是想擅自揣测宝弟大人崇高的想法，那就去开门啊。感觉好蠢。喂，宝玉大人，你既然说不需要医生医治，还是请医生的建议好好进行疗养。都城民的民众已经有人说这个大宅就是病的根病源啊！我当然一点也不这么认为，其实就是事实啊。哥哥，话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不晓得哎、欸，去哪里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倒我了？要跳出去吗？啊，走，这里，这里啊。喂，您是宝弟？竟然也出现在这，莫非我俩已经？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把他们卷了进来，我究竟该如何道歉？为什么是你讲的？我不知道，
哦，对吼，应该是你讲啊。我在等你啊。总之，先准备一个赏月的团子如何？哎、欸，好啦，等你讲啊。嘿嘿嘿，骗你的啦，噗呵呵呵呵。那声音是？声音是哎、欸、你。哦，又是你的吼，我又不小心念太顺了。念太顺了，不好意思、嗯、好，你念吧，你念吧。竹子姐，咱们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被人打败哦。啊，大叔的肚子里的坏虫子得超重了。啊，咱们已经解决掉虫子，他很快就会复原了吧？对了，在那之前得先让大叔打开牢门。嘿咻，他有钥匙哦。他为什么要带着一个竹子，很像太空衣啊？不知道。哦，太好了。我真的松了一口气。来啊，竹子姐，没时间在这谈话了。干嘛变得不要脸了？看样子这大叔是被妖怪操纵而已。趁屋内还没骚乱之前，快点逃出去比较省事哦。来吧，天宫，我们也要出去了。呜呜，等一下，这样子，我戳，要哈啾了。他的眼睛都是钱呢、欸，哦，他就出来了。哎、哦欸，为什么变大了？还瞬间变大嘞、欸？为什么一寸还没变大？我怎么知道？天公，你那个表情果然是想要一下那个吗？要啊呜一下是不是？的确没有那个，总让人觉得事情没有解决。竹子姐似乎也逃出去了。那么就为宝地大叔来一次起床的高吼吧！果然要啊呜了，事件要解决了，真是难过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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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解决了，奔奔奔！哎，故事到处如此，当然要记下来啊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哎，噔噔噔噔噔。嗯，是的，记下来。哎，30个都记满了。有没有礼物吗？郑智慈为了做那、什么，至今为止究竟做了什么？虽然说一直卧病在床，却一点记忆也没有。只是记得那个都城贩卖的竹制品，一个叫名叫夜辉的女孩拥有可以游过火海的秘宝。朕当时很想亲自看那秘宝一眼，把他招待到大宅之后就断绝了记忆了。原来是招待来大宅，结果被押入大牢，是不是？就如同坏掉的东西得复生一般，真是让人费劲的大叔啊！算了，竹子姐也平安无事，这次就不追究了。白色的狼以及会动的奇怪糖丸。他什么时候变糖了？奇怪糖丸，正似乎在睡梦中，他一下是虫，一下是糖，一下是……对啊，好可怜哦！睡梦中梦见到你，不过你。总而言之，这次发生这样失态的失态，一定要尽快向冰迷糊殿下致歉才行。冰迷糊，对了，天宫，这次整场把整个都城卷进去的骚动，女王冰迷糊一直默默的漠视骚动的发展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若是想藏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三观虎，我可不原谅。不去向他抗议个几句，现在的肚子怒气可不会平息下来。白狼啊，每当看到你的脸，我觉得心中一片祥和，好像肚子里的想法也被看穿一样的安心。那是当然啦、啊，因为我们进去过你的肚子里了。朕一直在收集妖怪牙这个秘宝，若是有妖怪牙，用它来交换朕的宝物也可以哦。就算是被人嘲笑说赏赐宝贝得狼是个愚蠢的行为，但是你是为朕带来幸运的狼，一定有益处的。你也能用那嗅觉搜寻到妖怪牙吧？要不要用妖怪牙和朕交换宝物呢？他能交换什么？三本，我现在有26个可以召唤到那个辟邪灵丹，百鬼会卷不会再追过来了。有需要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收集这个啦？什么手套？能够使用墨葫芦恢复加快的、欸，
这个是用一个就没有了吗？是这样吗？只能持有一个哎、欸，他只能持有一个哎、欸，要换火之护身符是不是？火之护身符这一个八、哦、十本，妖气哎、欸，那种物尽葫芦八十个，要换这一个、哦，换不起，我现在才26个而已。再收集妖怪牙，再来就再来这边交换吧，有空再说啦，不要再嘟嘟叫了啦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等你吃这个啦，众神呐、啊，好啦，不要再叫了啦，一直叫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夜辉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么辛苦，好不容易完事了，当然要来一下啊。啊、嗯，喂、哎，哦，哦，哎，没撞到哎、欸，他不得撞吗？哦哦，呵呵，你总是这么有精神，嗯，被我撞了也这么高兴，你大概是第一个吧。嗯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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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你好像在那么，你好像在那个什么？这里有那个哎、欸，有宝藏。这里有一个东西有宝藏，不是这里。你那种，你刚才想说我是在干嘛？你进来那个什么的？哎、欸，不是这里吗？对啊，在这啊。噔噔，有宝藏吗？噔噔，得到七七套件。哦呵呵，四趟绝无仅有，绝无仅有都不知道拿到多少个了，还敢跟我讲绝无仅有？噔噔噔噔。喂，这个有什么？喂。散落的珠子，什么东西啊？散落的珠子，我们收集的不到99个，这里又有一个哎、欸，好多宝箱哦、喔。有宝箱不好吗？他们为什么都要把宝箱埋在地上啊？这是我怀疑的地方啊。埋在地上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因为它是宝地啊，因为它是宝地啊。啊，为什么要埋在地上啦、啊？超多的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得到一颗珍珠哎、欸。这里好多、哦，太多了吧？他们为什么都要把东西藏在地上？你藏在地上好啊！噔噔噔噔，好多、哦，真的太多了吧？喂，真的超多的哎！事情完了就是要这样子。这里还有吗？这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里是地牢，没东西了。好了，走了走了走走，地上有宝啊！啊、嗯，看看另外一边有没有？这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没有了。好了，可以走出去了。一把。哦，宝都挖完了。哎、哦，不是走这里出去哦，哦，走这里。噔噔噔噔噔，走出来了。哎、哦、嘿嘿，事情解决了，两个挫挫的人啊、哦，我们要去找 B 迷糊 ，B 迷糊要更先要先出去，要先离开这里。哦，咚咚咚。哎、哦。B 米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谁？竹子，你为什么在这边？嗯，灰叶，嘿，竹子姐，好不容易重获自由，你在这地方发什么呆啊？那个时候的两位是你们啊？当虽然刺激对面的时候如米粒一般大小，没想到你原来是风如此威风飘飘呢。飘飘，威风凛凛呢、啊？好吧，对不起，威风凛凛啊，威风飘飘也不错嘛。威风飘飘要飘去哪里？飘飘，是吗？嗯，的确常被人夸奖威风又帅气呢，又不是讲你，你还不是一样小？啊、哦、啊，是啊，一寸先生也。说起来，竹子姐现在都城危险得很，还是快点回竹子爷爷那里比较好。宝弟那个大叔不是想要你的傻傻宝贝吗？奇怪的虫儿在凑上钱之前。嗯，赶快离开都城为妙。还有老爷爷他也很寂寞啊。是这样啊，他一直把我当作真正的孙女一样疼爱着。我确实也想快些回去。哦，真正的孙女一样，也就是说竹子姐真正的家人另有其人。虽然我也搞不太清楚，我如果还眷恋竹子爷爷的话，直接回去不就好了吗？我念自己究竟是谁，又是从何而来都不知道。失去一切的记忆之后，只记得自己沉倒在竹林之中。爷爷并没有为记为这样的我，还将我带了回家，心情糟了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外星人吧？你看他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竹子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外星人，他还穿着太空衣耶。
可以打包打字放在一起。上次我便帮你。